经过咗咧系两日嘅期待之后咧，场赛事终于都打完啦。琴晚11点开波啊，车路士对曼联打完咗。咁啊，睇翻前两日嘅预测咧，系 FIFA 17电脑就预测系和局嘅，而何永咧系预测车路士赢嘅。咁最后咧，何永咧就完胜咗电脑，而车路士都完胜咗曼联。嗱。咁啊，即系话咧，而家经过咗五场嘅系对决之后咧，咁啊，电脑嘅系命中率咧就系40%，而何永就60%啦，去到咁啊，何永咧领先电脑啦，人肉终于赢电脑啦，好啦，大家都想会听下我嘅系对呢场波嘅评论嘅，咁就系我首先咧要赞一赞咧系甘地佢有一个好好嘅调控咧。咁啊，將係三中堅呢一個係陣式，同埋一個咧係突擊嘅陣式咧，擠咗落去車路士嘅身上。咁呢個陣式咧有度好喎，有兩個好處嘅。第一咧就係啟發咗咧係拍到喺車路士嘅係位置上面嘅係進程啦。咁啊，令到拍到係。在未來好有即係好有前途咧，喺呢一個陣式上邊，因為咧好啱佢踢嘅嗰種咧係突如其來要佢用聰明嘅踢法，因為拍到一個非常醒目嘅人，咁所以咧呢一啲咁嘅短途進攻咧好啱佢打。咁另外咧短途進攻咧即係話唔使打半場陣地，即係唔需要太多支點咧，唔需要太多咧係背龍門踢波。咁前鋒嘅迪亞高哥斯達因為佢背龍門嘅技術唔強啊，咁但係因為而家打到呢個短途進攻，唔需要太多呢啲半場陣地咧，咁即係話咧，亦都係減低咗咧係哥斯達嗰個缺點嘅係呈現。咁啊呢一個轉換嘅陣式咧，令到嘅前場兩個關鍵球員咧，一個咧就係提升個優點，一個就係蒙蔽咗缺點。咁就係一個非常好嘅調控啦。對於呢個甘地嚟講，而我覺得咧，車路士琴日咧係踢得好似意大利添。咁就係即係。直頭我覺得咧，呢個琴晚嘅車路士咧，直頭好似咧係當呢個曼聯係西班牙咁樣打啊！當年咧歐洲杯16年嗰場16強，直頭係當西班牙咁打，結果咧一開波鼻拎扮難啊，就完勝咗曼聯。咁第一球波當然係一個關鍵啦，令到摩連奴全盤嘅係計劃係倒造咗啦。咁嗰球波係咩事呢？咁真係都係我所講啦，就真係拍到太機靈啦。咁完全個思維個速度係快過曬史摩靈同埋呢個咧係白連達，而龍門亦都係出嚟嘅時間係太慢啦。咁當然啦，龍門嗰球波我都覺得佢可以唔出嚟先嘅嚇，咁起碼唔係空門。OK， 咁就係、之後咧，咁曼聯一路換入嚟嘅球員都唔係話好掌控到個賽事。咁起初咧，摩連奴個預算盤當然係穩守突擊啦。咁所以特登出咗咧係阿福仔，同埋咧係阿連尼加特嘅。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兩個球員，我覺得佢哋嗰個踢突擊嘅能力咧都唔太強，佢哋都係中意用波上腳嘅人。咁所以咧就係、是曼聯嚟講啦嚇。加上普巴啊，普巴要讲一讲啦。嗱，加上普巴嗰个性格有缺陷啊，我咧而家睇得到佢咧嗰个做到顶级球星嘅机会越嚟越细啦。咁因为佢嗰个耐性唔好啦，落后紧就中圈就即系差唔多接近中圈嘅位置就射埋去噶啦，即系完全冇耐性嘅人嚟嘅，唔会谂办法嘅人，唔会谂自己咩问题嘅人。完全咧係淨係識得賴人同埋係發脾氣嘅人，咁就係我而家都應該可以咧好肯定、好負責咁講咧，普巴應該係繼基斯普啦嚇，繼基斯普後另一個咧係最高薪嘅球員係唔達標，係好快喺職業球壇上邊係開始咧黯然無光嘅人。咁當年基斯普當然係做咗大概一個月最高薪嘅球員，咁但係佢咁高薪價去到拉數嗰年咧，99年嗰年咧都冇咩表現。咁就係、是、好類似普巴呢一個 case 嘅，咁就係、是、當年基斯普嗰個問題就係、是、艾力神陣式嘅問題啦，咁完全唔太關呢個咧係基斯普事，咁但係個事實就係基斯普唔達標啦，咁就係、是、普巴都係噶啦，普巴都係噶啦，普巴都係會成為一個係
唔達標嘅人，而咧呢一次咁樣嘅係壓力，會令到佢蒙上咗一生嘅係影響嘅，一生影響嘅可以話係。咁呢一個普巴就冇咩前景㗎啦，我覺得佢咁啊，佢都係特點有嘅，對下弱隊射下遠射入波咁咯。咁但係佢會同亨利差唔多咯，喺強即係喺重要賽事上面係唔會有表現嘅。好啦，咁跟住咧就要講講摩連奴啦。嗱，講摩連奴當然要講講曼聯嘅係前景啦。咁我認為今年咧曼聯嘅問題太多啦。唔係一時三刻可以解決到嘅，你話可唔可以反彈呢？唔可以短期內反彈，要幾耐先反彈唔知，可能今季都反彈唔到，一路呢都係浮浮沉沉。咁所以呢，我覺得佢前四嘅機會冇啦，今年曼聯前四嘅機會冇啦。咁利物浦呢其實對晒所有強隊㗎啦，咁所以而家落嚟呢都係對弱隊，佢差唔多呢係前列一二位㗎啦。咁所以利物浦半季應該可以有機會咧，係好高位置噶啦。咁利物浦即係攞前四機會好大啦，我認為。咁車路士有機會攞翻前四嘅，曼城有機會嘅。咁所以咧就係曼聯個前四位咧就跌咗俾熱刺啦，有機會嚇。咁當然熱刺嘅問題遲啲先講咧，佢唔係話好掌控到個賽事，熱刺都仲係嗱。如果曼聯係咁嘅情況咧，咁咧我要評論一下，或者咧係預測一下摩連奴嘅前景啦。咁咧，我摩連奴嘅前景咧，我大概先講一講嚇，因為摩連奴佢，我唔認為佢可以解決到曼聯呢個問題，因為佢係一個唔得咧就換人嘅人嚟嘅啫，即係呢啲球星唔得就換另一個球星落去，佢唔會咧係教到啲球星咧喺意識上邊嘅係改進咧去解決問題嘅，唔識噶，佢唔識呢樣嘢噶摩連奴，佢淨係換人嘅啫，一味就換人嘅咁。冬季轉會窗佢一定有動作嘅嚇，冬季轉會窗佢一定有動作嘅，咁一定係會買可以踢突擊嘅人嚟嘅，踢買快馬噶啦，我估佢。咁但係都唔係可以完全解決到嗰個中場用波嘅問題嚇，中場用波能力低嘅問題。咁就你見得到佢咧，摩連奴佢都冇耐性去幫一啲年青球員咧係上進嘅，佢唔得就揾球星嚟嘅咧。咁就係我覺得啦，如果佢咁嘅情況咧。佢大概有大概有一半嘅機會咧，就喺季尾走噶啦嚇，有大概50% 機會咧，就喺2017年嘅係六月走嚇、啊，就炒嘅炒魷魚，咁就係有差唔多85% 啦嚇，85% 咧就喺下一季嘅係季中離開，季中被炒嚇，咁就係85%。咁啊，達到90% 咧，至95% 咧，就2018年六月就會炒噶啦嚇，摩連奴。咁就嗱，佢炒咗之後會點咧？我係會預測嘅，但系咧，我特登咧會開一個專題咧去預測，要另一開一條片。嗰條片咧，我將會向世界展示我對摩連奴未來20年嘅預測。未來20年嘅預測將會係驚天動地嘅預測，係驚天動地嘅預測。賣個關子先，係驚天動地嘅預測。喺下一條片，希望大家咧係會期待一下。等一等，嗰條片要慢慢詳細做咗都好多資料搜集功課去講嘅。咁就係未來20年嘅預測，仲要係一定大家估唔到嘅預測，係一定我寫包單。一定大家是估不到的预测 ,ok? 那那条片我希望是有英文的是字幕的。那如果有字幕组的朋友、啊、可不可以帮帮手，即是陣间我不如迟啲啦，冇咁快的上一条片之后呢做埋字幕，希望呢就全世界可以睇一睇2016年左右的位置何wing向全世界预测摩連奴20年内的是前途，同埋是惊天动地一鬼神的是前途来的。咁就係希望大家留一留意，咁就係希望大家會係幫一幫手啦，同埋字幕組嗰邊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呢場波嘅賽後預測，我係何 wing。等下我對摩連奴嘅預測，下一條片應該係叫做對摩連奴的最後忠告或者最後提點。好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